跳舞好有魅力哦，因为在中国跳舞对啊，鞋子拿不起来，鞋子坏了，为什么呢？但是我的朋友不要看电视啊，对不对？给你弄一下鞋子，没关系，弄一下鞋子。啊，这就是我来参加操舞的最佳礼物。好可爱哦！你故意穿一个烂鞋子来跳的？没有，不是，因为其实就是我也没有想到说今天就是会一直跟他们一起上台表演这样。你们的开场因为我是一直就是希望说我可以就是有这个参与感，所以来到现场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就是麻烦老师帮我排一段，就是我可以参与他们，对。很用心啊。鞋子跟服装刚好不适合。不会，我觉得有反差，很特别。OK， 自我介绍好吗？各位同学，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昆山科技大学国贸系的学生。昆山在哪里？昆山在台南哦。哦，远道而来，昆山。OK。应该是第一个视角参加比赛了吧？没关系，没关系，很有特色。带来什么歌曲？我要带来蓝又时的《伦敦的爱情》。请开始。各位同学，把手借给我吗？未来我蛮期待你的表演，恭喜过关！谢谢。